住手！我们只是要帮助我们的朋友。叛徒马里索斯，那你就会和他同个下场。退下！他们是你的盟友，不是叛徒。非常德兹兰，你回来带领我们了，让我们延续沙卡瑞斯的意志。不，那条道路会让我们走向毁灭，我们必须在分裂中重新团结。碎裂火焰军必须再次成为暗灵龙队，我将指挥权交给龙队指挥官安珀沙。飞翼长，求求你不要离开。不可能，以我的罪性非得流放不可。长官，恕我直言，这些士兵需要你。德兹兰，我们可以让族人团结起来。如果你能担任飞翼长，我会十分荣幸。好吧，龙队指挥官安珀沙，德兹兰前来报道。随时为你效劳。飞翼长，你回来了真好。自从我们把你留在泰坦遗址以后，看到你们有所成长，我十分骄傲。但你们先去休息吧，我和安珀沙有事要谈。德兹兰，你是很称职的领袖，我花了点功夫才成功说服阿米索拉和马里索斯跟随我。我配不上他们的忠诚，我相信了沙卡瑞斯的花言巧语，我没有发现他真正的意图。有个明智的巨龙让我知道，不论是我的还是他的未来，都不存在于过去，而存在于人民之中。我们终于有机会能让半龙人团结，你愿意帮我吗？帮你？哼，感觉应该是你帮我才对。时间有如流沙，而不是石头。记住，有些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这是我的荣幸。钻研、练习、自律，务必要随时精进自我。圣光保佑你，大家都需要同情心，所有人都是。希望我有帮到你。什么？我这么机智，居然不吃惊？我很荣幸。如果你不想承担后果，一开始就不要做，就这么。泰坦的意志会指引你。愿提尔的牺牲不要白费。来吧，与我同行。
塔利斯、诺拉金、哈德温、维勒内，请上前。我很荣幸能跟你们同一阵线，也很荣幸你们能身体力行提尔传承的精神。秩序、牺牲、正义和怜悯，身为提尔卫士的队长，我欢迎你们的加入。愿圣光保佑我们的任务顺利。为了提尔，为了提尔。努斯和诺兹多姆准备好要追踪提尔的圆盘了。是的，你们不在的时候，我和伊特努斯透过白银鳞片和恒龙魔法来追踪圆盘在时间之道中的下落。每个传送门都通往与提尔相关的时间之道，他胜利的时刻，他落败的时刻，和他失去影响力的时刻。拿取信标，然后在这些时刻各自放置一个信标，就能知道提尔的圆盘在哪里。勇士，那就交给你还有提尔的卫士了。拿着这个信标，然后找到提尔圆盘的位置。在外头冒险要记得保重哦。无论什么问题都不知道。好，大家列队，塔利斯、维勒内，去右边的传送门。遵命，队长。为了提尔。哈德温、诺拉金，去左边的传送门。啊，你又让我和这个老粗同队。蛮族，啊，没错。不管传送门后面有什么，这个蛮族击杀的敌人一定比你多。寇拉诺斯，我认为你最好留在后方，跟我们的巨龙朋友一起守住传送门。至于勇士，你要和我一起指导黄龙。祝你好运，崔瓦。祝你好运，勇士。为了提尔。初次见面一样，祝你下次的冒险顺利。崔瓦，勇士，维勒内被无面者控制，我说的他听不进去。我们会保护信标，你去帮维勒内。我的指挥官，你曾经拯救过我的生命，
这次换我救你了，跟我来。你等一下，维勒内，我有另一个任务要给你，靠近一点，孩子。如看，他在诱导你远离信标，远离我们。维勒内，快抵抗他！我会说，愚蠢的德莱尼，受死吧！伊丽斯卡，不要，姐妹，我必须要终结你。无面者，你居然利用我对朋友的同情心！我居然听信那个生物说的谎言。我需要冷静一下，勇士，我要回去了。维勒内，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大家会在提尔堡会，信标交给我守护。勇士，你去拖住那个怪物。欢迎欢迎，快来快来！我找到了我的使命，跟随提尔，效力他人。我差点就拿到他了。圆盘，在暗夜堡里。暗夜堡？那要取回圆盘会很困难吗？这取决于时间点。暗夜堡位于苏拉马尔，是座宏伟的古老城市，也是夜翼精灵的家园。我感觉到有个强大的存在和圆盘共存。艾丽珊德，哦，确实有点棘手。他是强大的魔法师，很可能也知道圆盘的力量。他应该不会把圆盘交出来。催我取回圆盘之前，我会花一点时间准备。艾丽珊德是相当危险的敌人。勇士会助我一臂之力，但我也同意，在面对另一场战斗之前，提尔的卫士需要休息。崔瓦，你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出发，把提尔带回来。